中国抗疫努力概括起来是四个词：公开、透明、科学、负责。反观美方呢，概括起来也是四个词儿：甩锅、推责、污名化、政治化。你始终叫不醒装睡的人。美方一些人在意的并非事实和真相，而是借疫情搞政治操弄，对中方搞污名化。国际社会对此看的是清清楚楚。我不知道美国个别政客从哪里来的底气和颜面来标榜美式人权，来批评中国的疫情应对。我还想问问美方，他们对美国的疫情吹哨人朱海伦医生、布莱特博士、克勒佐尔舰长做了什么？对新泽西州贝尔维市长、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县卫生官员有关疫情时间线前移的线索作何回应？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德特里克堡种种疑点作何解释？打算何时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美方该如何处理这些该做未做的事儿？该回答还没有回答的问题？